好，大家好，我就是，好，我不讲名字好不好？我就叫 Hank 就好了，好不好？然后我们今天要猜的是《夏狂热》这张专辑，它的复刻版、苏打绿版，对。然后这张预购单有够好看，也就是他在《Life in the Pool》的这个，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念，他是在里面画的，就是在《狂热》这首歌画出来的。我是觉得蛮强的啦。他要在狂热的这个节奏画完呢，就是把整首歌弹完之后，他一定要画完。哇，真的是太拼了，真的。来，现在我们就看一下这个夏可龙的专辑本身哈。好，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卡套。啊，对啊，我有个东西要拿。没错，就是这两本呐，吼。然后我发现啊，其实，春日光怎么难拿？我发现这个春日光的东西啊，如果你有发现的话，其实这个两个都可以连在一起，因为 soda green 刚刚好啊，首先先把它收好。然后呢，苏打汁呢，这次呢有加。这次有80几页吧，没错的话，而且比这个还大，我不知道已经把它弄烂了，弄烂多久了？对，这个啊，我就放在我脚上，好不好？来，给你们看，你就知道它有多厚了。但它这一次哦，开法不一样。上一次的春日光是像课本一样开着开的方式，啊，这一次不知道是什么方式，我也不知道是。它封面超好看，也是待会会看到的第二个封面哦。刚刚解脱啊，对，就是我们先把春日光收起来，好不好？春日光也不重要了，对，它还是苏打绿的专辑，对，没关系，我们会先把专辑放在这个苏打这上面，我们先看一下专辑的本身。专辑本身呢、啊，它其实有两张 CD，这次收录的歌不太一样哦，都是摇滚的歌曲啊，我觉得。对，然后这个是夏狂热本身的那个 CD，我就是不知道什么，为什么它突然起来了呢？啊，对，好奇怪，这本身 CD 的是本来就很好看的，然后。绿色的代表着绿意盎然，也就是差不多在夏季的时候，草啊、花啊什么的，还有什么，那什么，那个树啊也会长出来啊，对不对？白色我就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了，就是《Never in Summer》的光碟片啊，光碟片应该叫 D，那叫 CD 才对。就听音乐的 CD，然后再来，我们就先去拿我们的歌词本，跟非常重要的东西。哦，为什么我会说真的重要呢？因为这个好像只有预购里才可以拿到，预购的时候才可以拿到呢。当初没有买的就很可惜了哦。对，我真的很难拿出来。欧米。I can feel after five，哎，就是这一张啊，里面它会有一张歌单，对，如果你想看歌单，往后翻，对，直接往后翻，你就可以看到一个歌单。这些 CD Two 的歌单其实都是应该就没有你认识的，如果你有认识的，就在帮留言好不好？有没有你认识的夏狂热歌曲啊？这些事情。第一个认识也是你最喜欢的歌曲，那你就下方留言跟我们说吧。那就 Fever 哦，这超好看，这是在某一个角落。对，再来，我们来看一下歌词本。不对，忘记看一个东西了。是不是凝视着很久？哇，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画质有够烂。看哦，In a cup。这个就是英文版的那个啦，
要怎么讲？歌曲英文版的歌曲，就是歌曲名称，英文版的歌曲名称啊，这个非常关键，记住 ，He Summer Summer 是最简单的，因为他下了三天就说 He Summer Summer，OK、okay, 好不好？那再来，下一个，继续来了。我们继续要来聊歌词本啦，哈哈哈哈！干嘛？来，再来就是我们这一次的不完整介绍。靠，太亮了，对吧？这一次的夏狂的歌曲啊，有掌声落下、啊，他下的夏天，中间就还有一个中文口白英文书。然后穿向包围一花园，还有一个那个什么口白英文书，然后再彼得与狼共舞有 woman 口白英文书，然后再狂热煽动近未来，这次就是夏狂热歌曲啊，就是原本就有的歌曲啊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掌声落下。其实这个原本啊，他们的是电脑歌词的，然后这个其实是在之前的苏打之前的歌词本里面就有了啊，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啊，就是吴青峰，不对，就是青峰，我不能讲他的完全名吧，青峰的 IG 上面就有这些歌词啊什么的，那但是这个歌词我可能明天再拍也不错啊。因为我今天不太想拍，这个就是口白英文是第一个的，然后穿上这首歌我觉得超好听，我一定要去听一次。包围，哇，这首帅！御花园就是我的夏狂热的第一名，真的，我下人没有比过他的，没有比过他的，好不好？没有比过他的。嗷嗷嗷！呜啊！公舞，我知道唱歌很难听，知道。然后无眠呢？无眠这次也有 MV 哦，啊，但是还没射出。这次 MV 导演是林伯恩，我干嘛讲？对，因为是后面有写，所以我才知道的。要不然我不知道无眠有没 MV， 无眠有 MV 啊。这个狂热已经出了啦，因为这个 fever， fire， 我从一开始就开始念错了，好不好？这个名词叫做 fire， 这不叫 fever， 好吗？然后煽动啊，其实我觉得你们也可以值得去听一下 demo 版，好不好？它叫做缩写，好，煽动就的简称就叫缩写，对。然后近未来是他们的。夏狂热的最后一首歌，而且也是蛮好听的一首歌哦。啊，这两张哇，就是像时间流逝的一样，时间过得很快。每个团员都在各自的角落，时间过了，就来到了我们的 In Summer 了。啊，时间好久。这次我们有开到米咖啡站，还有我在欧洲。打电话给你，还有我们的化妆房姑娘，还有什么什么 B 哥，哦，对不对，我回你，有点不清晰，我知道。这个就是在阿贡的那个 IG 里面，就那个火车的那个车，对，开到你咖啡，啊，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念了、啊，飞是这个吗？我觉得很好听，他在 In Summer 的时候就唱过了一次。其实这基本上都是 In Summer 唱过的歌曲。我也是觉得 Live In Summer 这首歌真是超好听。Oh、my God， 这是在拍包围的时候啦，林伯恩导演拍的导演。我这个我在欧洲打电话给你，这个原唱啊叫做劲舞乐团，对，我如果没错的话啦。这个啊，这是包围啊，哈哈。如果你有去看苏打绿的
那个 IG 的话，你应该就知道有这一张，上面下面就写唐吉诃德的杀金包围。那种唐吉诃德的杀金包围，是让我们看清的，就不是人世间，那这就是包围的一个真意。对，这包围啊，就是很多有很多，夏红的这张专辑就是把很多的真意写在里面，知道吗？然后这个是超好看的啦，我们快速带过好不好？是的，我们不能花太多时间，不然 IG 就 不给我出了，烦呢、欸。或者 YouTube 也不给我出了，超过15分钟好不好？对不起，我先讲出内幕了。等一下我们再可以给你看看一下关键的东西。我觉得夏狂热也可以，夏狂热是我目前喜欢的，目前最值得的一张专辑。我还有两张，还有三张我很想买的专辑，只是有两张还没复刻。然后我们看到的是无眠啊，虽然看不到，但是没关系。好，我们先跳过，我们先开始继续我们的苏打字。我们要慢慢，我们要开始翻快一点了哈，时间快不够了。我还要出一小时一首歌啊，对嘛？对不对？一小时一首歌，你们期待的。等一下，我不会透露，好不好？或许就在这张专辑的其中一首歌，好不好？我觉得这个质感很好诶、欸，我说真的啦，我光翻书的过程就要等很久了，你知道吗？都可以一分钟诶、欸，啊，好了，放在红桥上。多少人讲？我是觉得《To You》这首歌很可惜是没有放在那个，这个你应该知道的，《To You》没有放在二十年一刻，那是蛮可惜的啊。好，你们就自己看好不好？想看内容的，就到时候不来，我拍的时候你们就可以看就好了，好不好 ？Day two， 这第二天的意思啦。哈，小薇，一整天都爱上你，我知道。Day 三 ，Day 四 ，Day 四没错。这像东卫聊，你知道吗？东卫聊，你们有没有听过啊？我知道你们没听过、啊。第27届金曲奖最佳作词、最佳作曲人啊，那个作曲我就不想再提了，好不好？林伟哲，我最恨他了，好吗？好、哦、抱歉啦、啊，就突然断掉哈、啊，就突然哦，按摩摩的呢，嘿，突然关机啊！这个小薇这张好好笑啊！算了，不要嘲笑别人，好吗？总共88页，哇！反正我看起来都好吃。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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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专业吧？所以我就说我是不完整开箱哦。完整开箱，你想听、你想看的话，那就到时候等我拍照吧，对不对？我现在是用两只脚顶住的，好吗？真的是很难用哎。拍照的时候应该都快超过15分钟了，因为有88页。没错的话啦，有88页啦，我先透露好不好？这个是总共88页的一首歌曲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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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哇，这里好绿哦，就像苏打绿的气泡一样绿啊，对不对？对，我是不是翻太快了？好，来了，对不起，又断掉了 ，fuck！ 因为我的容量不够了，所以我们下一次就用拍照的方式给你们看歌词本，还有苏打字，还有苏打绿的专辑，好不好？所以敬请期待吧。